Angela Baby 呢日着住粉红色背心长裙出席新春活动，唔经唔觉 ，Baby 已经第十一年出席呢个活动啦。啊，感受就系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！十一年啦，就嚟十二年啦，我都仲觉得自己好似仲好后生，不过依家已经今年三十啦，应该仲升咗咧做妈咪添。问起有咩开心事，都开始三句不离小海绵啦。上年啊，印象中好快乐嘅事，应该系小朋友识讲好多嘢嘅时候，系啊，教佢讲嘢，同埋睇到佢每一个进步嘅时候。猪年啊，猪年其实想休息多啲，系，因为前几年其实拍咗好多嘢，咁猪年好想有多啲时间可以陪下小朋友先。就嚟过年啦噃，小海绵而家两岁啦，有冇教定佢储起啲利是钱啊？太细个啦，唔识嘅，我帮佢储埋啦。佢唔识啊，而家问佢有冇钱，佢话有。咁你啲钱喺边咧？格拉底。